哇，开始来尼蒙鱼群了，后面还有一条大象头啊！尼蒙鱼都是成群的活动，我想应该后面还会有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妙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第三个网啊，也是今晚拉的第二个网。下午拉了一个，晚上也拉了一个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第三个了。前面两个网都收还可以啊，希望第三个网也再接再厉，来抓一些直群货。现在出发。现在海里面是剩下两个网啊，一个小网一个大网，现在是准备先过去拉个小网，然后再过去拉大网，希望鱼货多多。前面两个网的收获算是一般般吧，还上了一条海红斑，可惜是被咬坏了，不值什么钱了。然后就看一下这个网也能不能来一些值钱货，海红斑、大三刀什么的我都来者不拒啊，龙虾也行吧。好了，网也拉上来了，期待着能上多一些鱼货吧。小石头蟹先来一只，然后就来鹰哥鱼了。最近鹰哥鱼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多了啊，因为鹰哥鱼的季节也快到了。这边还上了一条小剥皮鱼，后甲鱼的数量就一直都不多啊，就没见过特别多的时候。这个网也是围岛放网的第三个网啊，应该泥猛跟剥皮会多一些。这一个网的第二条鹰哥了，上网第二条、第三条也马上来了啊！而且这一条比前面这两条还要大条，大条的鹰哥要好卖一些。现在鱼斤也大概维持在40块钱左右吧，有时候40块钱不到，养活殖的价格会好卖一些。又有啊，这已经是第四条了，看来鹰哥鱼的季节好像提前到来了。真鲷啊，真鲷的季节也是快到了，等下一次刮风之后过去捕鱼就有大真鲷了。这一条大概也就一斤出头吧，两斤不到，现在一斤都是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。再大条一些的好卖点。活点鱼啊，最近活点鱼的数量也还行，上一次的活点鱼一斤是卖了40块钱，这一次过去卖应该还会再降价一些。16枚啊，16枚的数量就一直挺少的。最近的海里鱼就是真的挺大条的，而且都是挺肥的啊。不过海里鱼的季节也是快过去了，等到天气一冷，海里鱼数量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了，即使有也是比较小条了。16枚的价格一直挺高的啊，像这么一条就能值个30块钱左右了，可惜数量不多。终于也是来尼猛鱼了啊，围岛放网的尼猛应该会多一些。这里倒是连续来了四条这个大剥皮鱼啊，还有黄鳍海鲤鱼什么的，这个运气也是太棒了吧。平均一条大剥皮鱼就能值个180块钱了，像这么大条一些就100出头了，四条就要400块钱左右吧。看来这个网的运气开始到来了，我始终觉得这个网能大丰收啊，现在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而已。等下一次刮风过后，这种小的真鲷就会变得少了，都会变成大真鲷，而且价格要比这种小真鲷要好卖得多。今天的海鲤都是挺肥的哦，而且每一条都挺大条，都一斤以上。这一个网的小剥皮就少了一些啊。侧臀鱼我们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泥猛鱼一般都是成群活动的啊，所以来一条后面应该还会有的。泥猛鱼就是这样子的啊，一来都是连续的来了。
今天的刺豚鱼好多，这都来了第几条了？这条老虎已经被下面这只石头蟹给咬挂了。现在的石头蟹真的专挑这种值钱的鱼来咬啊！哎，太可恶了！光赏鱼啊，柠檬这种你又不咬，专门挑这种比较值钱的你咬。对你来说没什么，对我来说就是损失惨重了。哎呀，这种石头蟹啊。这一会的柠檬也是挺多的。看来围岛放网的效果一般都是挺不错的，上一次也不错，这一次也可以。不过关键还是值钱的鱼货比较少啊，其他杂七杂八的鱼货倒是挺多的。这一个网显然效果特别的好啊，一来都是四五条四五条的，柠檬鱼也有啊，小剥皮也有，这样子拉网捕鱼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而且这样子捕鱼的感觉才比较刺激嘛，是不是？这样子的网是越拉越有精神啊，不会越拉越发困，越拉越有力气。又有鹰哥鱼了。这一个网小剥皮的数量没有上一个网那么多啊，但是柠檬鱼的数量要比上一个网多多了。好了，妹妹，哎呀，别气呀，大波大波的贵。哎呀，大波的，靠近近海那边还是挺亮的，现在灯火捕虾的渔船还是挺多的。哇，这边也是来了一整群的柠檬鱼啊，一拉出来都是好几条的。柠檬鱼就是成群的活动啊，一拉出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开始来柠檬鱼群了，后面还有一条大象头啊。柠檬鱼都是成群的活动，我想应该后面还会有的。看到这么多的鱼货，大家也是开心的笑了出来。难得的遇到鱼群啊，而且是连续的来鱼群。哇，又是一大群啊，一大帮都被我们抓了上来。这样子拉网的感觉就真的是太爽了吧。虽然没有值钱的鱼货，但是上来的鱼货都是够多，柠檬鱼为主啊。不会是把网放到柠檬鱼的老窝的吧，被我连根拔起啊。哟，还来了一条黄鸡啊，今天的黄鸡数量比较少啊，不管是前面两个网还是这个网都一样，而且最近的黄鸡还是比较小条的。鱼货上个不停啊，拉一下就有鱼货了，所以也是感觉有点忙碌啊。这条还没解出来，下面又来了。
我感觉这个网至少能捕个七八十斤的渔获吧。到目前为止啊，遇到的鱼群也是挺多的，虽然没有特别值钱的鱼获，但是也够了。要是每一趟捕鱼都有一个网都是这样子的话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啦，超喜欢这种感觉。看吧，每次拉上来的鱼获数量都不少啊，两三条、三四条都是算是比较少的了。连黄鸡都三五成群的过来了，可惜不大条啊。这个网简直就是大霸网啊，上来的鱼获真的是好多，忙不过来。好了，网拉完了，收获不错啊，直接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应该有过百斤的鱼获了。这个网简直就是大丰收了啊，也是难得的围岛遇到这样的鱼群。像这样的筐要装个三四筐才能装到冰箱那边去保鲜啊，简直就是大丰收了啊。装了两筐之后还有这么多啊，以泥猛鱼比较多啊，还有黄鸡、香头什么的，海鲤鱼也有。这个网也是拉完了，这个网就非常的好啊，接连的爆网啊，接连的遇到鱼群，铺满满的一甲板鱼获，应该要上百斤啊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最后一个网了，最后一个网是大网啊，最后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我是拿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